以前啊，一说到高端豪华，那就得是 BBA。可随着咱们中国自主车企的快速崛起啊，目前市面上已经涌现出了更多比 BBA 还要赞的高端轿车，甚至你只要20来万元就能享受到可媲美甚至超越 BBA 的出行体验。比如这次给大家种草的三款热门的高端轿车，个顶个的都是智驾爆款。第一款领克07 EMP， 领克一出手啊就是个狠货。这款领克07 EMP 搭载的是混动设定，比纯燃油动力的更经济省钱，当然也比纯电的极客更省心，不存在什么续航焦虑。CMA EVO 混动平台加持 1.5T 发动机，最大163马力，综合功率381马力，标配了18.99千瓦时的大容量电池，纯电续航呢可以跑到126公里，综合续航更是轻松突破了1000公里，长途自驾也是稳稳的。作为领克家族的新锐混动车，领克07 EMP 的配置也很丰富全面，前排双料大屏+1+1，还有领克 Flyme Auto 车机 AIHUD 抬头显示、真皮座椅、座椅加热通风、氛围灯、50瓦无线充电之类的。高配车型还升级了后排座椅加热，人均都是大沙发的舒适感，更标配了 L2 级的智驾，高配版本呢可以支持高速 NOA， 这配置你觉得满意了吧？第二款智己 L6， 说智己 L6 是20万级最美的四门轿跑，大家应该都赞同吧？浓眉大眼的前脸，舒展饱满，又带着婉约的腰线，这颜值简直了！起步价还不到22万，还搭载了功率强劲的动力单元，单电机最大216千瓦，双电机达到了200千瓦加379千瓦，比 BBA 的轿车猛多了。续航呢也很持久，有650千米、710千米、780千米、850千米可选，哪怕是最低配也能续航无忧。在科技配置方面，智己 L6 的丰富程度更是令人瞠目结舌，拥有42英寸超大横贯式大屏，还有半幅式赛车方向盘，甚至还标配了灵犀数字底盘，全系配备了激光雷达、高通8295芯片和 iMOS 系统，则实现了极为丰富的娱乐玩法。这么多的配置，不得不说智己真的是新势力当中的卷王了。第三款吉利银河 E8，吉利呢是个老牌车企了，银河则是吉利旗下最新的新能源矩阵。这款银河E8起步价不到20万，顶配呢不到23万，也是非常超值的。银河E8这款车的定位很高啊，颜值也十分犀利，前脸的线条呢相当的犀利，融合了现代和科幻的元素，在街头绝对回头率超高。银河E8拥有全站800伏超高压平台、高性能四驱、四轮独悬、0%加速4秒之内。作为旗舰的纯电家轿，银河E8非常的厉害，科技配置尤为吸睛。中控搭载了45英寸 8K 超大中控屏，配备了高通骁龙8295旗舰芯片，座椅电调、通风、加热、按摩等等，你期待的配置，吉利银河都一一给你搞定了。这三款新能源轿车有混动有纯电，价格都在20万元左右。以往这只是 BBA 轿车的入门价格，但是放在自主车企上，已经是旗舰水准了。论智价比，还得是中国品牌能打。